随着甘蔗的成熟收割，浙江松阳县最近有点难熬啊，难熬难熬，但是最后熬出头了，就有点甜了。在浙江松阳的一个红糖工坊之内，十几口大锅里热气腾腾，制糖师傅左右开工，榨汁、过滤、熬制、冷却，每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。熬出来的这红糖啊，特别的香甜可口。有着50多年熬糖经验的老手艺人于承忠告诉我们说，熬糖是整个榨糖过程中的关键。红糖品质的好坏啊，取决于何时起锅。这时间长了太老，口感偏焦；短了呢，又太嫩，红糖就失去了香味儿。这火候啊，全凭老师傅来掌握。最主要，松阳的红糖呢，要香气好。我这里甘蔗些都红红的了，不一样的了。见起来个红糖，毛毛差不多，但是甜的是不一样的。